这样就开始脱。这样子不会遮到了吧？应该不会，我等一下才检查。卫生纸要往哪里丢掉？是你弄的吧？是。没有风了啊，它还是要停吗？它是依照预报。我就一直在拍我们滑过的山的照片。哎，我们是从那边来，不是从这边来。什么意思？滑下来的时候，它中间岔开两个。我们都走右边那个岔，不是走左边那个岔。对啊。
跟二都要走右边。嗯，对啊。那个地图不见。不见。嗯，好吧，我原来说要滑到山最山底的啊，那个是二嘛，所以就是二之一、二之二、二之三、二之四这样。之后的时候，嗯，对啊，分岔都是这样看。那现在就是滑中间这一段这样。早上练习的就到了，右边都可以，就只有滑上最下面这一小段。我先滑早上的好了。这现在要往哪边去啊？左边去、右边去都可以，左边好了。但右边好像比较高。刚刚在弄啊，啊，我胶带好起来了，新胶带又翘起来了，然后到下午就全部都满头了。渐渐制造啊，要把它抹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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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抹
五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！雪板还是 ski？ 雪板。他就撞了我一下。是撞板子还是撞身体？身体，我左半边被撞了。我就横着吧，然后他就啪撞到我了。顶着住了家。比较快的缆车、啊，嗯，这我说它两边都开，因为它上面不开啊，是不是？棒棒棒！哦，好、哦，这还好了，你插到我的白了，有点重，那算了，不要棒了。什么意思？就这样。怎么样？有点重。我说这个棒棒比较重。对。有吗？嗯。又是撞人家，很奇怪哦。停不下的家伙，不要去搞别人嘛！把不把人家滑好好的，跑去撞人家，蓝色的去撞黄色的，我都觉得，因为后面你看得到前面，所以后面应该要控制，不是吗？但是那你看那种快下来跳跳跳的，就是很害怕，就越来越快的。嗯，所以他就撞了我一天。这边的跳跳，你刚滑有感觉到跳吗？有啊，我觉得也变差了。也不是变差了，就是很多人刮过。嗯，不过我觉得就还好，我反而觉得有跳跳的地方雪比较多，听起来安全。然后比较没有雪的地方就有刮刮声，感觉比较停不住。对啊，你就找这个地方，找这块雪比较多的，滑起来比较舒服。你看，你听声音，听声音，没有刮，然后中间那边反而是刮，会卡，被刮光了。哎，卡卡，那里的卡卡，这边是沙沙田。就一直滑这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人好多，在缆车下人好多，还不错。Attention all customers, Mr. Johnson right, and Mr. Thomas right, and left. 还有人从上面下来，对啊，剩下的人。这是老师吗？很可爱，带一堆小朋友，老师胖胖的，漂亮，他好胖啊、哦！老师胖胖的，还要扁一下。好，你看那个哦，那是小孩子，他都很远。慢下来。对啊，多玩玩。
这段比较缓一点点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们在挖馒头了。对啊，这么缓也可以，也可以练。力不到挖吧，是吗？因为比较缓，所以力道没那么强。但是学习的方法是这样，可以在这里自己练啊，练小转。那我没有学过啊。这是小转吗？对对，这是速度比较快一点。不然我先跟你讲一下好了。你是影片都看完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上次有被教过。谁教你？Jerry 也有讲一点，他有教点杖吧？这个也是类似哦，这也是小转的感觉哦。然后他手的摆的 pose 你是可以参考的。对啊，这种缓缓的，就是练习很好。我觉得大约围绕着棒棒附近的雪都不错，都是可以练习的。这边的声音都是咻咻咻咻，咻咻。是，还是因为他们滑才是咻，我们滑就是卡。都不错，有卡卡卡 QQ 卡卡，听到咔咔声就吓到。要从右边走边。随便啊。咔咔，左边。你第二个没有扣，弹起来了，弹起来了。因为这雪多，其实非常好。对啊，小转就是不断的。我丢一个看看，然后为了要扭腰，你不可以一开始就这样横着站，你要一开始就是向下，然后面向下面接着才可以转过去，动的，真的，对啊，不要再丢了。
我要感觉一下坐雪球，从来没坐过雪球，之前那个都松太干了。这可以坐哎、欸。好。然后，你说要面向下面。跳。跳什么？用这个棒子，你从这个上跳一下，跳。上面棒子。安全棒棒跳，跳。運転再開まで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哎、欸，没有按好，没有按好，先停好，停好。停好的方法，停好的方法是。有点危险，往下挖就会停的。不要坐这个，对不对？往下挖，上半身往下挖就会停的，哥啊。可以按着跳起来哦，跳得起来吗？跳起来。你原地跳又会往下滑，表示你的下半身不够往这边弯。跳跳，好。所以小转就是往前慢慢滑。不行啦、那天小转之前，你就是一起步就要有办法停，就有办法停下来，先不要管小转了。嗯。要转过去，要停在很近的地方。
下缓还可以再练一下。嗯，重点就是说想办法去扭，把下半身要转板的那一下，你要花力气去转它。那你就会说我是扭腰，你之前都说不对。小转就是要扭腰，小转要扭。哦。但是我的另外一只脚转的比那只脚还快，好像不太对。哦。另外一只脚稍微抬一点，抬一点再转，这样还可以。就是想办法在那边扭。跳的感觉啊，对啊，对吗？对，这样子对。然后重点是你要有办法去点到前面，就是扭那一下的时候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对了。走的时候也是这样做，然后现在就是习惯这种韵律感。真的运了一个人下山嘞、欸，早上上来的那个。嗯嗯嗯，早上在我们缆车前面。对。对啊。这里超缓这么长一段，你可以继续练它。我觉得我快要甩到不行，喂！两只脚一起跳，没有重点，因为你山下那只脚是稳定用的，你要 follow 山下那只脚，还是要踩紧的、啊。哦，快一点，是不是？好累哦。习惯那样不行啊！啊，你说什么？我习惯那样哎，没有要到跳起来啊。对啊，然后顺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点棒棒了。然后我再继续做一小段，其实有点像是立字型往下，就是，就是这样子这样下来而已。嗯，我再做一段，你看看吧。
也是啊，跳那个很热哎、欸。很冻的方法。很热，很热，很热，拉快一点点好了。你滑到平的地方再练那一个东西就好了。怎么了？热啊！我在头开拉链啊。哦，我有开一半。热，太热，先拉开一下，太热。然后那个转的时候，真的也有站起来的感觉哦。嗯，对啊，我是说，即使是小转的那个内脚台的转的那一下，会有身体站起来，又蹲下来又站起来那种感觉。还没体会。嗯，我只是先跟你讲。对啊。我看有没有练那么慢、那么慢的小转的。这个人有一点点，但是他就滑走了。滑的是一个姿势，叫上半身跟着一起转的。开始练可以这样练了。有一个车车。什么车车？哦，那好可怕、啊。那车车是要用脚挡住还是怎样？不知道啊，因为它有刹车功能。它怎么刹车啊？它也不走，走在前面。哦，我的大腿是肿起来了吗？我大腿后侧好酸，现在用椅子在撸撸。不要撸太多、哦。我说。这个，它是比较大一点，松的。这个，看白衣服的这个，或者是说你只要练点杖就好了，不要特意去那边扭，你就是转弯的时候顺便点一下就好了。以这个人为例啊，他在转的那一瞬间啊，其实。因为他要把脚从身体左边顺便变到身体右边，所以那一下会站起来一下。哦，好酸哦，这个。这个荧光绿裤子，站起来的一瞬间，哇！站起来的一瞬间，哇！那个北仓粉红色。啊。上面有喷射机在跑，哪里？他正在换，往上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他交叉有十字哎、欸。嗯。是什么飞机啊？不知道，两个18。这个看得到那个，而且他往天空去。应该是往后。这个，点，另外点，端一点，端。
左边比较跳，很明显。刚刚我们走这一块啊，都没有跳的。有吗？我有走跳的。我们那时候在练那个啊，完全没有感觉到有跳的。那里有个蛋糕。为什么上面还可以有人？
汗。那个缆车顶住了，卡住。因为八方总站也在这啊，这也算是中心点，然后吃的也都在这，而且巴士也都是八方给的啊，巴士啊，那是免费巴士，都是八方给的。挂水旗的。
Waterloo ner. Jag sa det, Waterloo ner. Thank you. 你放哪？它有一个道。它居然就怕动不进去。压它，压我。是你的方向啊，你转正我就可以了。是吗？应该就是这样，没关系，这样好。好。我刚刚跟他说，欸，我饿了哎。对啊，吃饭了，我已经讲了，我刚刚懒得让讲。去看得到风景的位置好不好？下面，贵贵。